什么意思啊？你们都吃起来了，不会吧？对啊，很丰盛吧？这个节目是做游戏才能吃饭，你们这么多，你们做？我们可以啊，我们随时都可以吃啊。谁？我们呢？有人吗？有人管我们吗？你们不要看吃饭了，我们就吃一下。拜拜，你们好。这是什么肉？ 为什么来的嘉宾都吃饭，我们不吃。对，因为你们比嘉宾的饭还好吃。我们不需要。说吧，什么游戏？是这样的，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了这个葛先村的当地美食，而且我们请到了一位中国高级烹饪师，中国徽菜的传承人，婺源县烹饪协会副会长。哇，来有请大厨老师。哇，你好，你好。我是葛先村度假区的行政总厨，我叫汪志龙，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品尝我们的特色。汪师傅好，汪老师好。好的，谢谢大厨老师。玉米淘姐第一次来，我简单介绍规则。我们其实每一道菜都有一个游戏，即如果大家集体能完成，就可以吃到这道菜。昨天不是跟你说过吗，敏淘姐？我们这吃饭很难。那个节目就叫青春环游记之吃饭很难。来
可以回味了入口。这个是这样，我们还是三分钟内唱出20首带有食物的歌，我们就可以吃到这个食物的歌。对。本节目指定护肤品麦吉丽生物质石墨烯面膜，焕亮纯净美肌。3、2、1，计时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。左耳。左手一只鸡，右手一只鸭。妈妈，妈妈，快坐下，请喝一杯茶。茶是的，茶算不？红豆，大红豆。分分来，不来不？对，这算，这算。雪花飘，雪花可以吃啊。可以吃，真的，雪花真的可以吃。雪花牛肉味道最好。大鱼，大鱼。大鱼的翅膀，你太过分了，周深自己的歌。谁陪我做执迷的鲸鱼？啊，鱼，鱼，鲸鱼不能吃。谁陪我做执迷的鱼？鱼也不能吃。白龙马，白龙马不能吃。这么具体吗？那唐僧肉呢？驮着唐玄奘，唐僧肉。那个凤凰传奇的那个什么荷花的那个是吗？我像只鱼儿在你的河上，像白菜呀，这是人名，这人名，但你也能吃。叶子是不会飞翔的翅膀，鸡翅膀也可以吃，鸭翅膀也可以吃，叶子也可以吃，你看你选哪个吧。算了算了，隐形的翅膀，鸡翅膀、鸭翅膀一样的道理，为什么我这翅膀不能翅膀？你隐形了。喜羊羊、美羊羊、懒羊羊吃。小朋友，小朋友会杀了你。灰太狼能吃，我们不能吃。小小老鼠，小小老鼠不偷欧米。大脸猫都不能吃。猫和老鼠，动画片里找找，快点，动画片里。大脸猫，大脸猫爱吃鱼。我们吃了多少？舒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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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飞机！你是吃飞机还是吃舒克？黑猫队长，你看这道菜，群英荟萃。什么群英荟萃？萝卜开会，这可以。萝卜啊，菠萝菠萝蜜，可以可以，可以菠萝菠萝蜜，可以可以。常回家，哪怕帮。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、洗洗碗，哪儿你不做？做的一桌好饭，快点！一桌好饭啊，一桌好饭。哦，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。多厉害啊！这把厉害，这个可以。那个呢？那个王蓉的那个。那里有小鸡？我爱你，小鸡，小鸡，哔哔哔。还有王蓉，还有一个什么大鸡小鸡什么？哥哥的。一首，快最后一首。门前大桥下，有过一只鸭。快来快来，一二三。
上菜上菜，来，不用了，自己来，要哪个？来来来，好，谢谢。菠萝吧。完了，岁岁平安吧。岁岁平安。这个妹妹对自己可懊恼了，他们俩转身对视的时候，她也把后面的唱青给碰歪了，她整个人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你走了我来摆，没关系。哇哦，妹妹都哭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哎，我们就是一个搞笑的节目，你给我们节目添彩，谢谢谢谢，我们快吃快吃，安慰你，我们快吃快吃，米娜姐来来了。哦，谢谢。嗯，哇，好好吃啊，好吃。嗯，好好吃啊，刚刚吃太多了。怎么样？去激将锅啊。